大家好。首先我要再一次感激鳳姐能夠參與我哋30周年，因為鳳姐參與我哋演出，先至可以能夠更加成功，同埋係圓滿嘅。而鳳姐今次呢個演出亦都俾咗非常多寶貴意見我哋，先至可以令到個演出更加精彩。而我哋都希望鳳姐如果一有機會，都多啲出嚟表演。好，我哋唔係即係，因為真係我哋好珍惜每一次睇到鳳姐嘅機會，同埋係我哋戲迷嘅福氣嚟嘅。亦都好多謝輝哥，係啦，多謝輝哥為我哋個新戲去做藝術總監。我都或者喺度想分享多少少嘢，因為上一次五月我好記得輝哥係本身係有參與我哋演出，但係輝哥身體嗰陣時身體係真係好唔舒服，但係輝哥都漏夜去都同我通電話，係好勞心勞力去令到個演出順利完成，所以係真係好衷心感激輝哥。呢啲亦都係我哋好值得向輝哥學習嘅精神。咁跟住要多謝邵明哥啦、梅姐啦、方哥，仲有浩峰啦、飛鴻啦，係啦，同埋我哋大樂隊權哥、佳哥，一路以嚟都係非常之支持我哋，因為我哋台上每一位兄弟姊妹都要係全力去全心以赴，先至可以做好我哋個製作嘅。所以我哋嚟緊都係一路堅持住我哋嘅宗旨，盡量去做到最好。同埋就係、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哋劇團係都比較少申請政府同埋其他嘅機構資助，所以我哋喺度亦都好多謝創新會，因為佢除咗提供一個咁好嘅場地俾我哋之外，亦都撥咗好多資源俾我哋，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個演出更加好啲啦咁樣。所以非常之多謝創新會一路支持我哋。咁另外咧，我就想補翻香港，多謝翻第二晚我哋個新劇嘅編劇。葉世堅先生啊，堅哥嘅，因為佢幫媽咪完成埋佢嘅心願，就完成埋呢套劇嘅。咁另外亦都想多謝翻駐場嘅技術人員提供一切嘅技術支援，多謝曬。咁另外最後尾當然係要多謝翻台下所有嘅朋友啦，30年嘅支持我哋劇團啦。咁特別想要提一提，因為阿鳳姐即係對外都啲朋友都講過，因為做個比較上大嘅手術，變咗佢做一啲劇嘅時候咧，佢嘅體力嘅消耗比較上大嘅，非常之辛苦嘅。辛苦曬，當然好多佢咪同埋我哋台前幕後嘅人都好想阿鳳姐多啲武器俾大家睇，但係係啦，都係一句要鳳姐個身體要支持到先嘅，所以就係大家俾啲手勢支持下鳳姐。好，多謝大家，多謝曬。
什么啊？